我是 UG 那里的人，你们不能丢我吧、嗯。你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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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可以丢，他我可以丢。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还是我们这边好好的做对的事。做对的事可以啊，那你跟我讲一下什么是对的事。讲什么？我不要。干你鸟！我就投票，我要投拍这就。你去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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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，来啊，你丢我啊，来啊，去啊，去啊，你去丢，拍啊，你去拍啊，你去拍啊，赶紧大师，你去拍啊，来啊，你拍啊，我先吃个饭了。你看，他也是说说而已。说说仔，看来我们三个都是好人呢、欸。说说仔，哎，找到两个好人喽。鱼，我这边正式拉你结盟。怎么样？我觉得你是好人。我是好人。我也是好人。我问你们哦，你们一场游戏打算玩多久啊？打电脑不是，我已经快要找到狼了。还是我们这边丢鱼里？不可能吧？干嘛这么努力在聊、欸？哎，这里丢我也太可怕了吧？我们出了叛徒了吗 ？UZ， 没有啦。看来是狼在花时间建立关系哦。最丑的，那我觉得牛奶吧。母奶最丑，母奶最丑。牛奶真的很丑。不可能吧？你们不能你们这里不能丢我这边的人、欸、我需要一点时间跟他们沟通。那我们丢最丑的啦。我们丢最丑的，这算人身攻击。我是 UG 那里的人，你们不能丢我吧？你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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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可以丢，他我可以丢，他我可以丢。神经病，他戴一个安全帽，以为是自己人哦。哎、欸，我母奶我可以丢，我代表我很安全吧。大家冷静，母奶我保，母奶我保，母奶你保。配的是谁？你要保谁？是人，很重要。懂了，懂了，他们是人。哎 ，UZ UZ， 你们两个，那不然你保住他，那我投你啊。我不是恋人，可是他真的是很重要的职业。多重要？还没有用，他是幼儿啊。对，他是幼儿，他是幼儿。他是幼儿，多多，那我只能投你了、欸。因为我是幼儿、欸，哎，反正这个可以投我，没关系，真的，真的吗？可是我也是幼儿、欸。又是你投谁？我投多多啊，我觉得他提到幼儿，我觉得他有病吧。刚刚我是多多、欸，整场要别人杀我、欸，哎，大家都有听到吗？来跟着我投木蛋。有开验身份的吗？对吧？哎、欸，多多，为什么你相信他是幼儿，然后不相信我是啊？不是啊，他不是幼儿，我乱讲。你俩的那倒是傻小啦，干嘛？我跟你讲，你再继续这样乱讲，我第一个就先跑了。好，我讲好不好？我讲。豆豆，你不要讲，你越讲越像小丑。我是那个、啊，我是那个侦探。那是不是很重要？是不是很重要？我觉得还好啊，那还蛮重要的。根本没人会死，要侦探干嘛？嗯？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从那个书房走下来。然后到那个燕子那个地方，那个门口走进去，然后就自动关。我肯定那边至少有两具尸体，就自动帮我关，所以至少那边会有两具尸体。游戏已经结束啦，吃辣着吧，侦探秀一波了吧？修真的有我，修真的有我，只有你吗？这次修真的、欸，我到的时候只有我哎，因为我一手到我就直接开面板了。我在你身上了、啊，你在我身上吗？嗯，可那个圈圈很小哎、欸。在你身上，因为我正打算要修灯，然后就拍虚体。尤里，哎，我在，怎么了？你不是说游戏结束吗？对啊，已经赢了，我们有侦探了。侦探消失，谁是侦探？他要去在里面。我真的受不了，我要投这个废人。不是，我没有，不是。我跟你说，那个，我上一轮有看那个狼的 CD， 要二十秒。侦探，我已经快受不了了，我说真的。狼啊，黑大啦。为什么是我？尤力，我们做错了吗？我跟那个什么，我跟兔狗，还有那个，团队出什么事情了吗？那你很怪，黑板就是危险，都是有问题的。
幻灯不在面板前，那幻灯又不然在哪里？哦，小光很鬼。我们刚在那个地方啊，外置位，我们在里面躲，里面还有安全帽，那就不是母奶嘛啊！他们说在修灯那里看到小光哎、欸，然后尸体在那里，刚刚小光超级鬼的。大哥，等一下，我思考一下，我还是不是你大哥？看我都没有要去开灯，我就利益的冲过去了耶。我要去看一下，我这个地图还没有那么熟，我们去看一下，大家还彼此还特别信任。他刚刚说他是在图书馆这边嘛，下来这边。啊，有锯腿！啊，母奶，母奶死了！哎，母奶直接，但我是看到是黑大直接把他刀了吗？可是他有这么什么东西？不是我啦！不是，可是为什么黑大？哎呦，那你们全聚在一起，我就走了呗。过来他就死了、欸，不可能。那不是因为人多吗？所以他死了。阿旺，如果这边是黑大大的话，好像可以。这个小光，好像小光又没事了，好像我们三个人又可以结盟了。这边还生长的话，一定要丢、欸。刚往下。那、啊、你们不是要丢黑大吗？我想说是不要丢我。对啊。他们要聚在一起。我奶他其实是演家里面，然后可是他没有讲答案，他就被。但我只能说这个侦探刚刚给了他两次机会，然后他现在倒地，我都不知道侦探到底能干嘛。你说很重要，到底哪里重要？黑大的真的直接窜逃啊！那边一个人，然后我离开了一个尸体，就不救。然后说不能说，是为什么会不能说？他过不去，靠最近，然后你奶喷掉就开始跑。不过其他没有，我没有听到他、啊。我们刚刚是有人说什么叫拍桌，然后才有人刀人的。对他太紧张了，还不是你们那群人出了内鬼？他知道他要出去。你们那群人有个内鬼，又在踩我，又在踩我。好像这样，好像得丢他、欸，因为豆豆跟嘉玲是不同阵线，然后不同阵线要丢一个第三方阵线的人，好像只能跟着丢、欸。坏女人，就是你，人是黑大，我要替无奈报仇。嗯，先干我们自己。哎、欸，感觉什么都票啊？我好像没投错了。那我看一下是谁死吗？看不到。没拍过啊，没拍过吧？没拍过吧？这边砸死两个哎。那你们觉得砸的是投出去的那个吗？他从左边走过来。这边死两个都是被砸死的。没有，我觉得砸死他们的可能是黑大，可能是黑大吗？嗯，高几率，我觉得高几率是黑大，因为应该不敢那么嚣张，然后我们那边人又很多。三轮，厨房关灯，娃娃还跟你待在一起吗？没有，我问他，他说他在。厨房关灯，那上面的门关了吗？我就往下走。他们说在里面，我知道。他们没有关啊，不然我怎么走出去的？嗯，我没有关，没有关，很难投哎、欸，我真的好难投哦、喔。因为搞不好你们那边有人在演，因为从到尾出刀的好像就那两个小光一样。啊，可是小光也跟我们在一起啊，而且刚刚那边如果盘小光是上上一刀，如果是上上一刀的话，小光那边不就是黑大砍的吗？那我就不会去盘小光了、啊。阿伟那时候说他觉得那边有两具尸体啊。哦，有两具尸体，那小光你好像又跟我们没关系。你要问他，黑大这边应该还有一个人才对啊。你要详细一点，我是还没投啦。哎，又有人干嘛？又有人被杀掉。啊？豆豆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嗯，专业杀手要砍的吧？来了，这边大哥是谁？他们俩，他们大哥不是根本没走吗？他买项链的，哥他说他是诱饵。嗯，那好像就不一样了。兄弟这边三个三出一，可是这边有两个狼，你又给我另外一个狼。我还有，可是豆豆看起来像小丑。跟娃娃从头抱到尾，豆豆，头发，
而且我那时候如果没看错的话，站在 UV 斯琴那个位置的只有娃娃跟晶晶，然后晶晶没有动，最后啊娃娃又没有跑，然后就拍了。我已经说他，如果我是十四郎的话，我可以。可是那说了好几分钟，哦，又让大家混淆了。哎，这个这里的右耳是什么时候会拍到？是这样拍的。我没有，我有看到司机，我有看到司机。我觉得我身份很好，我看到大家没有看到。然后娃应该也都有看到我最凶的。哇，他都是一个最凶的。然后灭火我也有。前面是出刀的时候不多啊。其实应该讲到这边都是被灯砸死。但是谁拍我就投谁。当然，那娃往右跑。是吗？你想那个？两个吧，是头一个，对，是头一个。除非有那个嘛，又那个人，又把就是把那个鬼砸死，可能吧。对了吧？耶、yeah.。太急了，太急了，大家太急了。不。